非常的辛苦，所以说一万五他是该得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哇，好辛苦啊！其实总是两大家都很辛苦的啊，大家用大家的专业，然后被考遍全世界，也真的非常的开心啊。好。Thank you.
现在速度在180了。
有没有掌声呢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老师这一阶段的桌边演出。能够在业绩能够继续日日突破。好。
谢谢大家。